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二喜。今天我们来到亲戚家呀，这个大山里面，他说今天要杀一头猪，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杀猪是怎么杀的，一起去看一下，走。这个师傅正在磨刀啊。刀不得给孩子。专业的杀刀工具，你看，还有斧头。这头猪是母猪啊，黑色的，大概有300来斤可能，养了1年多了这头猪啊。现在开始分肉了。这个嘛，要70把给嘛。这个猪肉的话，他们是两家人分掉啊，一边的话有130多斤，两边的话就是一头嘛，有260-270斤啊。这头猪还是比较大的，养了1年多，这个猪肉很好吃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这种猪肉哈？像这种猪肉的话，你看大家都在这边等着。农村杀猪就是比较热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哈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